姐妹们，三只松鼠家的这个进香礼包一定要去拍，姐妹们，我们追剧必备呀，太多了里边的零食，里边有肉脯，还有那个什么毛肚呀、鱼丸呐、鸭脖呀、蟹柳啊，很多种小零食。 而且咱们这个价格也不贵，我这个是一大包的19.9，然后到手的是，很多种小零食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那个肉脯，辣的，因为辣的吃不了，就那个肉脯他们超级爱吃，特别好吃，姐妹们一定要去拍啊！链接给你们挂到这个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你们去拍吧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。 而且咱们家这个还是三只松鼠的大牌子，你就放心去吃，放心去搂，特别划算。你们那里下雨了没有啊？这天天下雨，真的是烦死了，哪里也去不了，每天都在下雨，真是太烦了。就在家里边吃一个小零食，太解馋了。这每天哪儿也去不了，天天都在家里边。 追个剧呀，吃个零食呀。